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would I try to light a fire under you? If I could only say one thing, would it be what I've been wanting to? Every time I close the gate, I wonder if this is enough.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I would try to light it between us. If we only spoke是今天的马上有奖啊！谢谢！哇，特别的精彩。对，哇，就觉得这个水晶球在他的手里面像赋予了生命一样，就嵌在他的肉里面。对，好。希望大家啊，在收看我们马上有奖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有好运，因为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很多很多的奖品。同样，电视前观众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马上有奖，方法很简单，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585431818，或者是发送我要报名到13372002818，还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震撼一条龙。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位好朋友为大家带来好运，让我们欢迎小马哥。小马哥有请。新年好，新年到，新年快来拿红包。是啊，如果你要拿一个电视，你可以拿一个暖气，你太冷了，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拿，快来，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奖品在这里等着大家。同样，今天的参赛选手呢，方法很简单哦，他们可以在现场呢喊出自己的新年愿望。当然了，这个喊呢要看谁的分贝最高的那位呢可以挑选对手，然后呢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马上有钱。来看看今天参赛者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我要回家过年。今天的各奖率你们，我希望我女儿健康快乐成长。我希望我女儿学业有成，我希望马上有房，我要换车，我要换别墅，我希望我女儿健康快乐。哇，这是听了各位参赛选手他们的新年愿望，有要换房的，有要换车的，啊，这个有健康成长的，啊，这个有学业有成的。都是大家在2014年最想完成的心愿，谁喊得最大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大声的这位是骆玉珍，来有请。哟，姐姐今天穿的好亮哦。骆玉珍刚刚那个愿望喊都喊破音了。愿望太要强。太要强了。
你这个愿望确实要强，愿望强烈了，有强才能有房，对不对？我要强才有房。好，来，再喊一遍，你的愿望是？我要马上有房。啊，现在底气不如刚才了。对对对，马上有房，要几室几厅啊？越大越好，越大越好。那这个一室一厅怎么样？不够。你看我们这就是一室一厅嘛，我们这就一个室，门口一个厅，这样的一室一厅可以吗？你中间可以隔个三层呢，也可以吧，也可以也可以。那您以后，您这个以后带点家具来就住我们这儿，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我没问题啊，我没问题啊，好不好？好的。开玩笑了，人家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对不对？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不是？好，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孩子多大啦？上大一。哦，那平时在家里面也还蛮辛苦的，要照吧？还好。全职太太，对不对？在家里面每天都忙一些什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在家里面嘛，做做家务，有闲时嘛，打打牌，旅游。会打扫卫生吗？那当然可以了。会这个买菜回来烧饭吗？烧菜。会的，我烧的可好了。是吧？我告诉你。你无形之中帮你们家一个月省掉了20000块。为什么说省掉20000块？你不知道吗？前段时间一直在讲啊，在北京想要找一个就是家政服务，帮他来打扫房间，帮他来买菜烧饭，一个月20000块，没人来干了，找不到了。我可以去学一下。对吧？所以啊，你看无形之中帮家里面省掉了一大笔的开销，但是会苦了你自己啊，自己觉得累吗？不累，他乐在其中，对，为了家，为了儿子，为了老公，我愿意，特别好。你这么好的老婆，老公应该幸福死了吧？是吧？老公开心吗？我想他应该开心吧。什么叫你想他应该？他平时跟你说过的最肉麻的话是什么？哎呀，那不好意思了。哎呦，好意思了，你好意思说，我们就好意思听嘛。说一说嘛，让大家分享分享。对，他说啊。哎，抬了我这个老婆，我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哦，一定是，就是找你就找对了，特别幸福。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我来看啊，今天没有人说这个要赶快讨个媳妇儿，原来就到你这儿来取取经了，让你来指点指点。好，今天咱们在这儿做游戏拿大奖，但是第一点你要挑选一位对手，你觉得你能够赢过他，当然是最好的了。来，场上还剩下这七位，挑选一位。你们谁想做他的对手？好像有人不想被挑哦，我就挑了这个徐慧琴吧。徐慧琴，来，有请徐慧琴。果然没有挑男生啊，挑了一位女生。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慧琴。啊，你的新年愿望是？祝我女儿学业有成。女儿多大？女儿21。哦，21岁，那应该。大二了，快大学毕业了。好，那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大学宿管。哦，宿管阿姨，这是所有学生又爱又恨的一个岗位啊。对，我们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回去晚了或者怎么样，宿管阿姨就会管我们，然后在宿舍里面乱用电的话，阿姨也会管。你会吗？你会吗？你会管吗？我不管，我是值班员。值班员，会就陪同学们待一宿。不，学生就毕业了以后到这里办退宿。是这样。这个也还好。对，同学们一般最怕的就是这种宿管阿姨了。但好，你还好，你不是大家最怕的。最怕中的最怕，知道什么吗？是什么？在这样寒冷的冬天，会有宿管阿姨或者是这种应该算什么宿管员早上到你的房间里面，把他冰冷冷的手伸到被子里面喊你起床。哎呀，会这样喊你起床吗？对，像有些同学因为宿管员一伸手，一辈子留下了终身的阴影，因为他手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会冰到了，就冰到心口嘛，对不对？好，来，两位了，今天呢，那个我们要来做游戏了，来，请上小马哥。为你们准备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游戏，挑选一个，来一挑。好，打开来看一看，你们挑选到的是人体棉花糖，到底怎么玩？来看一下，人体棉花糖
在本轮游戏中，选手需将手举过头顶，同时用身体将保鲜膜缠在自己身上，用时最短的即为获胜。好，人体棉花糖，我们看到洛阿姨已经准备好了，不停地旋转，好吧，但是有点注意安全。当你如果觉得你真的站不住的时候，你可以蹲下或者躺下，好吧。好，来，准备好，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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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叫做计时开始，等我屎说出来你再转。好，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计时开始。配上小天鹅的舞蹈，我们看到洛阿姨也非常优美的舞姿在进行的旋转。还有穿高跟鞋。是，穿着高跟鞋，而且不停地在变换她的舞姿。手要上举。如果她可以再来一点跳跃动作的话，那就是舞娘了。旋转跳跃太精彩了。哎哎哎，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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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再继续。好，时间到。呦，你还往回转两圈。对，往回转两圈。缓缓神呢啊，缓缓神。哎呦，感觉怎么样？啊，天旋地转。您这别吓我们。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不用去游乐场，还在转，是你在转还是天在转？当然是天在转。所以你没转，对不对？对。啊，那我们等一会儿，好不好？我们等天停了，我们的还转吗？好了，不转了啊！好了，你确定？确定啊！啊，不转了。好，你现在可以回头看一下成绩吗？哇哦，还好，45秒23，这是你的成绩，这是两人的对抗赛。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徐慧琴的表现怎么样。来到我们这边来，你觉得你能超过她吗？差不多吧。你觉得她的成绩怎么样？您说，蛮好的。蛮好的，这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已经到达了40几秒。如果你努力的话，你可以超越她。有没有信心？有。看你的表现，来，请就位。准备好了吗？来，计时开始。徐阿姨穿的这个平跟鞋可能转起来更方便一点啊。好，她采用的是不停的旋转加一些小碎步的调整。我们看到她现在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好，有点晕了。但是速度快哦。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感。但是还不错。正在匀速的旋转，时间到。哦，这特别像一个舞蹈的最终动作。探戈是吗？哎呀，您这一看就是练过拉丁的，告诉你，这动作的特别的拉丁。对。这你先别回头啊！你觉得你的成绩会好于他吗？应该好吧，应该。所以你觉得你转的会比他快一些？对。那你觉得你转的姿势比他优美吗？哎呦，姿势上略逊一筹，成绩怎么样呢？来，回头看一下，28秒42，恭喜你，恭喜徐阿姨。来，另外一方面，陆阿姨正在解除她身上的。这个棉花糖，来，陆阿姨依然是这么的优雅，但是很遗憾，因为你优雅的转姿令你的时间并没有很出色，所以我们很遗憾的是你不能够参与到接下来下一轮的争夺了。来，我们要请上小马哥为你来送上奖品。有请小马哥。真遗憾，但是在你的新的房子可以用这个油烧菜。对，烧菜。好，谢谢。接下来不用拆，就带着，特别好，是，说不定节目下来之后你还可以受邀呢。来，我们要来进入到马上有钱了，会为你准备很多的道具，比如说有这个什么金马，这都算很好的了。漏勺，比如说有漏勺啊，有这个蝴蝶蝴，对，有这个桶啊，胶鞋啊，你比较希望抽到哪一个？弹仪啊？什么？弹仪？啊，我们这里没有仪。
对，有舅舅和姨都没来。啊，你说是谭鱼是不是？好，祝你好运，希望你可以抽到你心仪的物品。来，点击按钮。好的，转起来了。他所抽到的是，不是谭鱼吗？呀，哇，心想事成嘛！马到成功，心想事成，想要什么就来什么哈。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位徐阿姨抽到了她心仪的痰盂之后能否有好的运气，来一起进入到她的马上有钱三十秒的时间，用痰盂看看能接到多少红包，准备好，三十秒计时开始。马上有钱，红色的红包100元，金色的红包1000元。金色，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请好的请过来，不好的漫天飞舞的红包，时间到。哇，怎么了怎么了，阿姨特别猛，怎么了怎么了，来来来来来，什么？还在晕？还在晕？头还在晕啊！你都晕了，还能接这么多红包？你要是不晕的话，那哪能得了啊？而且空运里面好像还有金色的。哎呦，哎哎哎哎，怎么能伸手往痰盂里面掏呢？那你平时你会掏吗？不会。但是此时此刻，这里面就是奖金啊！对，这里面就可以换那边的奖品啊，嗯、对不对？来，我们挨个数一数看，一个一个拿，好不好？一个一个拿，叫一个一个拿，别让大家别漏财嘛，对不对？一个，100，2个，200，3个，300，一个金的，金的多少？1000加300等于多少？1300元的奖品，我们恭喜徐阿姨，恭喜！你可以去挑1300元的奖品，好不好？来，去吧。哇，这徐阿姨太有生活经验了啊！您这拿了3个锅、3桶油、2袋米，对不对？这家里最近是不是人口特别多，要开很多火呀？春节到了嘛，人就多了。春节到了，咱换新锅具，烧好菜，用好油，吃好米，对不对？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震撼条楼的马上有奖。再次恭喜我们的阿姨拿走这些奖品，恭喜你！谢谢你的参与，谢谢，祝你新年快乐。谢谢，奖也不要了，阿姨。对。哎，想问一下阿姨啊，做了那么多游戏，拿了这么多奖之后，你的腰瘦了吗？没有。可能他自己没发现，没发现瘦了是吧？以后别套保健膜来瘦腰啊，不会瘦的。来拿奖，多吃一点就好了啊！谢谢，谢谢。我们要再次恭喜徐阿姨拿走了很多她非常想要的奖品。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选手呢都跃跃欲试，但是呢，在此之前呢，我们还要需要先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比拼。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马上有奖。我相信啊，在马年大家都有心愿，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凡是呢有什么心愿啊，都可以这个通过照片的形式，然后呢会看到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加入震撼一条龙，然后把照片发过来，说不定呢就会在节目里面看到你的照片心愿。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下一位的参赛者了，按照他们分贝以分数的高低，下一位登场的是有100分贝的红枫，有请。好开心啊！好开心啊！100分，开心。对，来自我介绍一下嘛。大家好，我叫洪峰，今年刚毕业。刚毕业，那现在应该在忙着找工作吧？没打算找工作。那最近在忙什么呢？最近我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去拍公益片。好，说说你的构思。
我就是想去拍一些关注留守儿童这样一些题材的，去让大家多关注在我们社会当中占大部分群体但是又被忽略掉的这样一个群体。有爱心 对， 对不对、嗯、冲你这样的爱心我直接送你袋大米。好，谢谢苍狼哥哥。是吗？是的，好像每个人来都有大米哦。是啊，好 好，那接下来呢刚刚啊这个说你的这个叫什么新年愿望，嗯，刚刚说你新年愿望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觉得特别的惊奇、嗯、你说你要换车，已经有车了还要再换辆新的车。没有，我换车是在给自己动力、嗯、因为那个我现在开的那个车是我妈妈去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哇，你们家妈妈送礼物都直接送车的？哇，哎呦，妈妈，人家送礼物都送车。哎，你喊妈。不是跟我电影节妈妈说的。你不是喊他妈啊？不是不是、你要喊妈，要一家子的。我刚好开心了、好开心啊，对不对？我一直是我女神。对，哎呦，是刚刚这一刻我也以为这一家子就来了哈。误会。好，您要对伯母说一些什么？祝伯母身体健康啊。好啊，今天来挑选一位对手，你要选谁？嗯，看起来弱一点，好吧？让你挑个最弱的吧。对，你觉得谁比较弱？不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绿色。嗯、绿色，哦，所以你要挑女生吗？只有因为是绿色啊。那我跟你说，挑女生的时候，女生给了你个大白眼呢。来来来，来有请孟娇。孟娇是很不愿意被他挑上来吗？因为我刚刚在下面，我就跟他讲，我说千万不要找我。对呀、啊，女生挑女生啊。什么游戏我都玩不来，是吗？是，所以他挑你就挑对了。没有没有，你看那个。穿的是绿色，并且话筒上那个环儿也是绿色。你这有什么关系？对，我是最喜欢绿色的。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不要解释了，嗯、大伙儿心里面都明白。对，你这就是柿子专找软的捏。嗯，没有没有没有。你看起来这么多一排，就他看起来最弱一些。你为什么不挑边上的刘梦呢？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挑这位郭杰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觉得他在里面是最柔弱的，对对对，所以最需要人保护的一位，对，所以你特别想保护他，对不对？太了解我了，是不是？太了解我了，不愧是我从小看到大节目的。那你选他，你选他在开始之前有经过伯母的同意吗？没有，我妈比较希望我男朋友在下面看着呢。啊。这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问他伯母有没有同意，又没说你要喊他妈喊伯母。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算喊伯母也是可以的嘛，天天刚刚都喊了。对对，其实我妈比较希望我找天天姐合作。我是不能参与游戏的。你别解释了，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刻倒不如沉默。对，沉默是金，说的越少越好。但是如果说呢他输掉了比赛，那我在怜香惜玉嘛。哦，反正怎么都有说法。是你尽全力吧，你没准我是个女汉子，对吧？对啊，没准这一刻之前她是个女汉子。对 啊，来，我们再聊聊看啊，这个孟娇是做什么的？我现在正在做自己的首饰设计店。首饰设计，哎呦，女生就很喜欢首饰，而且现在首饰很多时候都千篇一律，特别喜欢那种有设计感的，自己设计的。对，在这一刻，刚刚有人送了一盒首饰给我。天哪，这谁这么好？这谁设计的？这是我设计的。哎呦，这一盒大概多少钱？你要的话可以送你。但是要送给你女朋友才行。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就是相互往来嘛。那你送我一盒首饰，我绝对公平，我送他一袋米，我也送你一袋米，好吧？那好像孟娇亏了。谢谢谢谢。像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是什么材质做的？这个就是白水晶的碎石。白水晶，哇，这一个应该价格不菲吧？不贵的，不贵，这个小几百块钱。几百块啊，这么贵啊？因为这些材料都是我就是精选来的。精选来，一般你买都买不上。对，对不对？因为我是本地人，买这些材料会很便宜，所以我基本上以本家加一点点手工费买。哦，你是连云港人呢？对对对。哇，水晶很便宜的。对，同乡啊，同乡。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么的心灵手巧？是啊。对，女生最在乎这一点了。还有，哎，有听说你还想开一个自己的展览？
对，因为去年八月，就是2013年8月份的时候，我开过一个展览，像这款，还有这款月光石，还有这款那个佛宗，都是我八月份展览剩下来的几个我舍不得卖的。舍不得卖，其他的都卖掉了。舍不得卖，那就送嘛，对不对？我可以送，可以送。特别的心灵手巧，非常羡慕这种女生啊，也希望你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好，谢谢，也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这个个人展。谢谢好，谢谢。今天两位在这里，虽然刚刚呢在口角上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啊、但是这就是嘛，这你们本来就是游戏的对手嘛，对不对？只有赢的一方才能够进入到马上有钱来接红包，所以接下来什么样的游戏很关键，要靠自己来挑选。小马哥送上游戏，有可能呢挑到心灵手巧的游戏呢，女生会占一些优势，如果挑到一些力量型的游戏，可能男生会占一些优势。红枫，看你挑到的游戏是他的游戏就是，哇，太适合你们俩，床单滚滚。来看一下游戏怎么玩。床单滚滚，在本轮游戏中，选手要把自己卷成一个大圆饼，第一步用床单把自己裹起来，第二步站起来走到舞台中间，第三步脱掉所有床单，用时短的即为获胜。好，进入到床单滚滚，谁先来滚床单？女士优先，女士优先，这个男生先，男生先，再滚一下给我看一下，因为我不是太熟悉。你再滚一下。好，那我先滚，你先滚，我先滚，我滚了啊。好好好好，来来来，请就位，直接躺下。好，然后把床单先盖在身上，听我口令，计时开始。呦，滚得不错哦。好，到中间，到中间，站起来，到中间，到中间，床单脱掉，时间到。哇，这一看就是滚床单的高手啊！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我第一个看到滚床单滚到10秒以内的。对，而且这么长的一个床单呢，八人床的床单。对，我的床是4米的。你床睡4米？对，我睡地上。好，速度好快，还蛮好的一个成绩。对，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孟娇在脱鞋。他已经开始准备了。孟娇除了脱鞋之外，还需要有什么准备活动吗？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你觉得你可以超过10秒这样一个好成绩吗？我试试看。试试看。平时在家里面会赖床吗？哦，太爱赖床了。哇，今天要改掉赖床这个坏习惯，好不好？来，请就位。来看看孟娇她的表现怎么样？好，盖到身上，躺好了，听我口令。两只手要放在里面，好，准备好，计时开始。哇，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直接把自己裹了进去。能看得到吗？赶快到，来到中间，到中间，到中间，拖到他，拖到他，拖到他，停，时间到。啊，也很快。也很快，而且你滚得太好玩了，你把自己人都滚在里面了。这不是睡觉都喜欢蒙着被子睡吗？以后不要蒙着头睡。对，一觉睡醒就整得跟发型各种不一样，对不对？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你缺氧啊。好了，那这一段比拼之后，我们要很遗憾的是，孟娇不能够继续来参加马上有钱了。小马哥给他送礼。加油加油加油，来，小马哥为你送上一瓶好油，来跟着小马哥出去兜兜风吧。来来来，跟小马哥出去兜风。好啊，红枫马上有钱，需要挑选一样道具来接红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挑道具。女神赐我力量吧。好，胶鞋啊，挑到了胶鞋，来，好期待用胶鞋来接红包啊！我可以穿在脚上吗？啊，那没有孔了啊！
来，一起进入到他的马上有钱。来，三十秒钟计时开始。祝你好运，虽然遭到了胶鞋，但是胶鞋也有胶鞋的好处。有金色，金色，金色。哎呀，快一点！你要找。时间到，接到了吗？有没有？没有吗？伸进去摸一摸。哦，就一个，应该还有一个，你再摸一摸。没有了，就一个。好，拿到了一个红包，可以去挑选100元的奖品。来吃吧。是大礼包还是两桶油，还是三个大礼包？棍儿子两桶油，棍儿子两桶油。好，直接拎着油。谢谢红包的参与，谢谢，谢谢。好了，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马上有奖。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02585431818，或者是发送我要报名的13720028181，还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震撼一条龙。好了，接下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马上有奖，真的马上要继续送奖了。那接下来呢，还是按照分贝的排行，我们要请上的是刘梦，有请。有请刘梦。刘梦刚刚喊到了95分贝啊！刚刚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是换一个大别墅。哦，马上有房，哈哈哈！大房子啊，对于现在的生活条件还不满意，希望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嗯，你要多大？300吧，300平。300平米。咱大家的梦想呢，就是希望越来越好，对不对？哇，这个还需要，你觉得离这个目标实现还有多远？今年可以实现吗？今年要看我老公。看你老公。老公要加油了。老公要马上努力了。但是今天在这里呢，能不能给你别墅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给你的是在别墅里面的液晶电视，我们可以给你送到，对不对？还有你如果能赢的话，又可以赢到，比如说还有取暖器，对不对？电磁炉、饮水机都可以放在新家里面，添置在家里面很好的生活用品。当然，你要来赢过你的对手。放眼望去，你想挑谁做你的游戏对手？挑谁？挑谁？挑全场最帅的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哎呦，漂亮！来，他说的不是你吧？是旁边那个吧？啊，没有了，就是你了。自我介绍一下了。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于杰。于杰，对，今年26。于杰刚刚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我女儿健康快乐的成长。女儿多大？10个月。你跟你长得像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一个模特出来的。对，亲生的。好，希望今天也可以拿走奖品。哎，你如果能拿到奖品，你会拿哪些？我想拿一个 iPad。iPad 给女儿玩游戏，不给我自己啊？就是我解释一下吧。那你女儿肯定会越长跟你越不像，因为你女儿看了这期节目之后，这个爸爸居然不给我拿 iPad 自己玩，我不跟你长得像了。对，因为现在小孩太小了，医生说要到2岁他才能看这些东西，要不然的话眼睛会坏的啊。所以说我们目前帮他保管一下，先帮他保管，哎、对，以后再给他。对，你为什么不拿一些大礼包给他吃吃呢？他现在吃不了吗？时间太小了，都吃不了。对，拿个取暖器可以用得了吧？我家里面有空调、啊。反正你就是冲着 iPad 来的。对啊，2388，祝你好运，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位今天要挑战的游戏是什么。小马哥，来挑一个，可以选一个。看看刘梦选到的是。水上足球，看一下怎么玩。水上足球，在本轮游戏中，选手需将乒乓球吹进对方球门，3局2胜制。
来，水上足球三局两胜，两位准备好了吗？来看看嘴大不大，还可以。你呢？好，来，准备好，开始。有男生，好惊险，他们而出。好、哦，没进去，哎呀，一比零。我原来以为啊，实力会很悬殊，但是呢，第一场僵持了很久。看来对面是个技术流。哦，技术流，好，来一比零了。来，第二局开始。两人腰力很平均了，现在好像于谦的优势大一点。哦，进球！哦，二比零秒杀了对手。你现在要说什么？我有点晕，有点晕，大脑缺氧。是的，感觉他赢得有点费劲哦，有点费劲。好了，再次我们要感谢刘梦的参与啦，来，我们要为你送上奖品，小马哥。来，抱着给你的奖品，跟着小马哥一起去看看风景，好不好？来，骑马走喽！来，接下来于杰到我这边来。马上呢，你要进入到的这个环节叫做“马上有钱”。是。你最希望抽到什么？道具。最希望抽到的道具，韩娱吧。啊，金马你都不想抽到啊？做好了吗？那金马，那在你身后。如果你能抽到金马的话，你可以坐在马上接红包，接到了红包一个就是1000元。对呀、啊，会天上掉下来20万的现金哦。20万，任你去拿、哦。你不想要金马吗？试试看吧。祝你好运，好来。来看一下会是什么？他刚想说是韩娱，哦，韩娱过啊。全金手套，跟你的体型还蛮合适的。来，进入到他的马上有钱。30秒的时间，看看他有拳击手套能够接住多少个红包。30秒，计时开始。今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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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要下到喽！哎呦，哎呀，可以哦。金的来了，4、3、2、1，时间到。好像这个胜利者啊，来，我们来数数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如果你们认为他只能拿到400块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还有一个，他是金的。哇，1400元的奖品。1400元，接下来带着你的拳击手套去拿你的奖品吧。去吧。袖子都卷起来了。净化器，好，他拿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拿了一个电炖锅，还拿了油一桶油。好，感谢你的参与，祝你女儿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谢谢。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个广告，广告期间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你的各种方式报名参加我们的马上有奖。报名方式非常的多，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2585431818，还可以发送我要报名的13372028181，还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正常一条龙。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有奖。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马上有奖，马上有奖，不知道我们接下来选手呢会拿走什么样的奖品呢？来，我们来请上郭杰，有请。
胡杰刚刚所喊出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女儿能够幸福快乐。女儿几岁？七个月就想让她幸福快乐了。对对对，有妈妈的呵护一定会幸福快乐的。好，那这些奖品里面你最想拿到的奖品是什么？我想拿一个烤箱。烤箱？回去烤什么？烤饼干。烤饼干 可以烤可爱的饼干给女儿吃。对，哇，太有爱心的一位妈妈了。但七个月好像现在也吃不了，哎，先存着呗，先练练手艺，练练，对不对？咱把手艺先练好。接下来你的对手也只有最后一位了，没得挑了。来，朱浩成，有请。有请。朱浩成，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朱浩成，现在是21岁，现在是一名实习生。实习生，你的新年愿望是？就跟家人团聚，然后好好在一起过个年。回家吃妈妈的饺子，不错，妈妈包的饺子最好吃。对对对，什么馅？韭菜馅。韭菜馅，对，很多年都没吃到过了。是，然后吃完之后一年不刷牙啊，留住妈妈包的韭菜馅饺子的味道。然后来玩我们的水上足球，是不是？这个不好了，注意牙齿卫生啊，妈妈的味道永远记在心中就好了。不错，好吧，两位究竟会抽到什么样的游戏呢？来，有请小马哥。有请。来选一个，来，那就是捕获葡萄。来看一下游戏规则。捕获葡萄，在规定时间内，选手要不断吹气，使前方的葡萄来回晃动，最后晃到嘴巴里吃掉，吃到数量多的即为获胜。好的，两位，这一轮再看看规定的时间之内谁可以吃的葡萄更多一些。准备好了，计时开始。首先第一步要吹葡萄，要让葡萄摇晃起来，这样才可以离你的嘴更近一些。当你觉得离的距离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张口去吃了。风要大一点哦，加油。哎呦，距离是够了，但是准心差一点。好，能不能吃到呢？吃到了一个。朱浩辰吃到第一个。这边好像还没荡起来呢。在你吹葡萄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两眼发花，有可能会觉得有点缺氧的感觉，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哦，我们以前说心急吃不到热豆腐，此时此刻心急你也吃不到大葡萄。这边只是一个还没动静呢，来吹一吹，脚不对月线，脚不对月线，使劲吹啊，使劲使劲，可以考虑在吃的那一刻呢，把嘴张大一些，或者呢头可以稍微的横过来一些，好像需要一个好的角度，漂亮，来还有20秒，来注意你的脚不能踩线。首先把葡萄先吹起来，这边葡萄那它嘴边好多刺，可以试着把头稍微横过来歪一些，这样角度会大一点，嘴要尽量张大一些。二一，时间到。这边还没尝到葡萄什么味儿呢。是吗？啊，要不要吃一个？算了，现在估计你这个月都不想再看到葡萄了。来，什么感觉？啊，吃的好饱啊。但是你没有把壶给吐出来。没有，我一起吞下去了。都一起吞下去了。这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连籽儿都不吐。籽儿都不吐。来，我们要非常的感谢一下啊，我们郭杰的参与，小马哥送油。你刚才说的是吃葡萄什么？不吐葡萄皮和籽。小马哥也会说。会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耶、yeah, yeah, ！还有儿化音啊。好了，来拿着你的奖品跟小马哥一起去练绕口令，谢谢。吃葡萄去喽。接下来大家都很期待朱浩辰你能拿到什么样的奖品，关键是什么，要挑选一个很好的工具来接红包。来，朱浩辰挑选工具，看一下他所挑到的工具是什么呢？消血。好，马上进入到他的马上有钱。
朱浩辰挑选了一只胶鞋，30秒钟，看他能接到多少红包。30秒，计时开始。看准了，看准了，再接下来喽。看准一个啊！3、2、1，时间到，接到了吗？没有，要不要再确定一下？没有，哇，特别的遗憾，没有能够拿到红包啊！但是呢，我们依然还是会有这个礼品要送给你，一桶油，我给你好好加油，好吧？新年有什么样的愿望，再来说说看。除了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愿望之外，有什么祝福要送出吗？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身体好，工作好，什么都好。哎，说得特别好。我们也祝你身体好，工作好，什么都好，心想事成。好，谢谢。来，有请小马哥。小马哥为他送油。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马上有奖。马上有奖，马上有奖。对，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吗？新年快乐，吃多一点饺子。多一点什么？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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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吃多一点饺子。对，是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哦！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马上有奖，记住报名电话02585431818，或者是发送我要报名到13372002818。是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